手抓了四条，两条长草，脚蹬了两条长草，40多公分深。那么单进去的啊，那个冻土啊，那个冻是土是冻了的啊，那个火火的痛死了的啊。搬家呢啊，运南药，啊运干粮，运水下来的时候就抬上了，抬牺牲战友。我们就潜伏在这个桥涵洞下面，他已经在山脚底下，就是离敌人只有60来米，我们这个离敌人可能也还有100多米。他就在试探嘛，看有没有人嘛。有我，有乡亲跟有土人，有我们三个人，一个组，一副担架，三个人。这个翻过来以后，才看到枪弹还压在胸膛上。要经过枪林弹雨，子弹炮弹如雨点那么下来，那么下来的。你抬个人的话，又还有。自己还身上还有弹药，还有枪支弹药，还有啥子干粮这些东西。你如果把这些甩了以后，不得行了嘛？你遇到敌人的话，你哪么来对付啊？当时候把抬下来，那也困难很了。然后我们一个战友突然又负伤，他胸部伤势比较重些。我这个脚啊，这么打断一截，三根脚趾头出血不止。我们抬一个战友的话，连病都没有要，都是活活烧死了。想到这个，所以就不觉得了，就觉得自己如何那么完成任务，那么把他抬下去。他是我们的战友，就是我们的亲人。好，我们就一个人呐，扯那个树枝，就是松树枝啊，扣在他身上。往战友一路走好，往战友一路走好，三个人都是流泪不止。